福興鄉萬豐社區十二號上午舉行社區關懷照顧祭典的告白儀式，這也是福興鄉第二十一個辦理共餐的社區。洪館長真感謝萬豐教會黃信漢牧師、社區林貴昌理事長以及王美玲團長所率領的幹部團隊，這回來出席這項儀式。安保之友，福興鄉萬豐社區照顧關懷祭典，真是家裡管好關懷祭典體系。萬豐教會成立關懷據點，未來希望每天都有老人供餐、在地的服務與關心，下午也有兒童弱勢家庭的照顧，那成為在地化的社區關懷中心，關懷老人、兒童，所有需要关心的，我们都能够尽量帮忙。配合馆长王惠美的政策，1589个村里社区内当有一个家己的祭典，咱福興鄉的成果袂歹哦。23个社区已经有21个社区在办理共餐活动，希望帮助长辈朋友安养老化，达到安居乐业的目标。场地各方面也都非常适合来做关怀据点，而且我们的长辈那也大概不三时拢有来教会，啊，教会嘛是咱附近足侪乡亲哦，这个共同会使啊来行大的所在。那谢谢我们的这个牧师、我们的理事长、总干事他们，那就借由这样的一个地方来做我们关怀据点哦，嘛是咱中华关第310点的这个关怀据点哦。那希望透过关怀据点，让长辈能够在地安养，在地得到最好的一个照顾哦。福興鄉总共有23个社区哦，目前已经有21个社区哦在办共餐的这个活动哦。伫因顶就职了后呢，一直真用心哦来推动咱这个社区共餐的活动，嘛真非常感谢咱的县政府啊，甲咱斗相共，甲咱斗收听吼。最主要是要感谢咱社区所有理事长，伊愿意来付出啊，来照顾咱在时代，和咱的时代呢，会当来共同来运动，做伙开讲，来做伙食饭。共餐有礼拜一到礼拜五。哦，这个爱心通常是很落实、很接地气的。哦，这些老人家、这些长者，哦，有这个福利啊，我们代表会很支持这个方案。谢谢老师活动经过，告白仪式也圆满结束。为了关怀祭典的成立，福興鄉设备再升级，也让长辈享受舒适的社交生活。台中华新闻林桂英、福興彩虹报道。